来大概的完整介绍。它跟那个什么《纽约丛林》AIA 一样，就是它之后会每天都，就是它会永久放在 LOL 里面。它可能觉得旧系统太无聊，所以设计了一个新地图。它新地图大概长这样，这是它的新地图啊。那地图看起来蛮神奇的，好像这个是走三条路吧，然后好像会两个打野吧。三条路好像每个要玩两个打野，它是5v5，也是自选角色，然后一些大家遗忘的装备，什么自然之力跟龟壳，在这个地图都会重现江湖。它算两条路还是三条路啊？感觉是两条路哎，它是两条路在这里，然后这里是野区。它是两条路加一个野区吧，所以才会要走三大野。然后它里面还有一些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它好像还会有一些特殊的事件啊，就是比如说会有雪球大战、占据枪眼跟推车进塔大逃杀，只要好像这些内容你只要抢赢的话，会有一些额外的那个 buff 跟争议吧。大逃杀好像就是有点类似那个绝地求生那种缩圈，雪球大战好像是每个身上会有两颗雪球可以喷人吧，还是怎样？我不知道，要玩过我才知道。我先研究一下，因为我没玩过，先研究一下真的比较好玩。一条路在中途分裂成两条，正上方是双方的野区以及队伍的 buff， 它 buff 好像是吃了每个人都有吧。它的蓝 buff 跟红 buff 都是那个团队共用的。刷野怪所以走三大野嘛，平均时间蛮快，13到15分钟。多兰道具在此地图会收到额外的增强，新增一个伪兵的多兰道具，多兰之响。然后辅助道具有大家熟悉的啦，那个龟壳，那个贤者之石都回来了。然后好像还会有一些什么自然之力吧，什么明火啦，那些东西全部都在这张地图，好像都有吧。大家都回来了。哦，野区里面还有个无敌的防御塔，无敌的防御塔，还有个燃烧模式，特殊事件，一场会有2到3次的特殊事件。会有提莫出现在场上，攻击他会获得金钱，围绕他队伍的奖励。啊，如果有提莫的话，还会有这个效果吗？假设两边选了一个提莫，还会有提莫跑出来这个夺宝吗？那么太好玩了吧？大逃杀缩圈，就哦，这些都是那个啦，特殊的事件，还可以推战车欸，他妈的，那我推战车都聊天室出钱，然后战车开出来啊！不会刷新的2000生命护盾，给予士兵火箭抓取效果，太屌了吧！他妈的，士兵会用自选的 Q 欸。好了，感觉蛮特别的啦。然后你看，全新道具不是全新吧？是大家的东，大家熟悉的东西回来了吧？明火之勇、西风匕首，哇，连灯笼都回来了、欸！我他妈等等还第一把不出个灯笼来打野，哦，而且8分钟就能投降啊！好，我们来玩一把吧。哦，我们存在的右上角，那我要买个打。哎呦，这，哇操，这不是以前的打野刀吗？哇，只重击回来啦！啊，我看要怎么玩。哎，它草特别的细耶，你没有发现吗？哎，咱们感觉是不是有一点，是不是有点 3D 效果啊？我怎么感觉玩到头有点晕啊？哎，你还敢过来，大师？还敢，还打了，柯大师，干起来，干起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在干嘛？哎，他们在干嘛？哎。这格雷夫怎么看起来像电脑、欸？还想跑啊，格雷夫！哎咻，哎咻 ，First Blood！ 哎，这个怎么？哦，这个是无敌的防御塔。刚太好玩了吧，这个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哎咻，收到，收到，再收一大声！我不行了。怎么感觉这个版本你要选那种吃野怪有 A O E 的打野，格雷夫感觉都蛮强的，李欣感觉要三等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好多球果、哦，带走，交给你处理，漂亮，来吃红吃红吃红，看打架联盟哎，太好玩了吧？我秀，舒服。我跟他都有红逼了。他说那个特殊事件什么时候要开始啊？他不说会有特殊事件吗？然后回家出个这个新的打野道具。哎，干！我买这个。灯笼，你回来啦，灯笼！身为一个打野，你们很希望这个啊，瑞格之灯啊，你们很希望他回来的。好说，哎，特殊模式开嘞，找提摩，找提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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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发现你了，提摩。快把提莫给怼了！哇，
哎、欸，我要打提摩啦，你们不要挡我！别打提摩，把钱交出来！欸、对提摩尽情输出，可以中几吗？哇，248，好爽啊！哇、哦，600块，5000。一提示，我、哦、干，好爽啊！哎、欸，这个提摩我从头打到底，我赚了大概，我一只提摩赚了3000了，我先回补装。好，你们加油啊！我会补妆啊。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又是什么？敢都看不出来这些什么东西耶、欸。算了，随便买啦，老子没钱。哦 ，GA， 为什么会有 GA？ 哦，这个是新的 GA， 而且 CD 数只要60秒啊。我一堆神装灯怎么跟我打、啊？哦 ，GA 是打完刚刚提摩拿到的、哦。哇，一脚踹！我怎么打那么痛啊？是不是因为我爆肥的关系啊？哎、欸，意识者出嘞，感觉这个地图意识者很重要。拿到意识者之后就很好赚对面的塔。哦，而且我好像杀多少人，好像会有一个额外的燃烧效果。这个燃烧效果，这个模式里面你只要杀够猎人，你就可以烧人，就可以获得有点像远古巨龙那个。哇，我在燃烧哎、欸，我是燃烧的，你看我在燃烧呢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在看东西，不要闹啦，你们，意识者，不要。一期全部 Q1 葛雷夫 Q2 带走，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我可以收完，我可以收完 Hater Kill， 不要打，我太肥了、欸、新的事件要来，我再回补装了，我要有钱了、啊、还要买什么，我要满装那一天、啊、我还用什么旧的装备啊，好像没了哎、欸，这个又是什么？哦，这是 AP 装，西风匕首补足我这个控制啊。King of Blood 这什么东西？什么积分的？这啥、啊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这个在干嘛？哦，类似站点吗？哦，缩圈啦，靠背，大逃杀啦。他没有在圈圈里面，然后好像可以获得一个 buff 吧？刚那个是缩圈啊，他妈绝地求生哎、欸！我都没看到那个圈，我手到底在圈外、欸。好，把这个主堡推掉。哎、欸，他都跟我心结，为什么都要射我？再来啊！来冲！再拿掉 ，Q1 Q2 带走李信，漂亮，买这个好，来烧人，我来烧人啦，直接无情开烧，好、哦，等等就是 Q1 明火 R，Q2 一波带走，可以哦，来哦，明火来喽，明火带走，我看到那个明火，直接一套就把阿里给秒杀了。哎、欸，这个有什么东西？哦，推车，推车，战车开出来！姚瑟，战车开出来，战车来，战车来！姚瑟，战车都要给我开出来！推车，推车！哎、欸，好可爱哦，这个感觉是汤马斯小火车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用塞勒 skin 直接改的啊？还可以省这个美术图哎。还可以省那个美术图哎，怎么那么像塞勒的大、啊？哇，那我的神仙！哎、欸，哇，哎、啊欸，吹到就赢了、欸。哦，原来这台战车只要推到对方的主堡，就直接赢了。哎、欸，老实讲还蛮好玩的、欸，不然你他妈罗罗快过期了，真的该出个新模式。